有粉丝留言，方伟，你能不能用10分钟抓10个娃娃？开玩笑，我们办公室的娃娃机是整个宜昌最好抓的娃娃机，我们挑战10分钟抓20个娃娃，抓10个太简单了。到达办公室，我们这个娃娃机调整的是1个硬币可以抓一次，计时开始，根本不需要着急，随便抓，随便抓。哎呦，我现在抓哪个呢？走，你看这样都能抓住。哎，话说早了，走，中。哎，这不科学，再来一次，第三次了啊。对，第一个走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运气不好，要不你来吧。一个大的进几个？这个大的也只能算一个。大的不好抓呀，关键是。完了，我感觉我把自己给坑了，因为这里边有两个大的。起来，起来，哇哇！哎呀，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6分钟。耶、yeah 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来，我把里面的拿出来，免得光影故障。4个，5个，已经抓了6个了，加油啊，宝贝儿！还有3分钟，3分钟抓4个应该没问题吧？毫无难度，切切切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。皮卡丘，这是第7个，还差3个。第8个，这两个不好抓呀，都在里面。我对你有信心。还有56秒，这个大家伙不好抓。哎呀呀呀呀，这浪费机会啊！我感觉我们要挑战失败了。时间到，哎呀，挑战失败了，再来一次，全部放进去。大的不要放外面了，还有抓到一个大的，应该算2个或者是3个才行。那如果这样算的话，我们就挑战成功了。进去，进去，你稍微摆一摆吧，摆的比较好抓一点。那就放到这个口子里。然后我们再把转力调节一下。不用调，不用调，你只管投币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好，全部投进去。65次，10分钟，65次机会，大家觉得我们可以成功吗？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区。计时10分钟，开始。第一个，你看 ，so easy。啊、说话说早了。1个，1分钟不到，啊！这，请叫我抓娃娃高手。你看这爪力，它根本就不会掉下来。哎呀，这简直是太好抓了！按这个节奏，10分钟可以抓20个了。耶耶耶耶！哦，毫无悬念。第5个，抓个不好抓的，这样比较有挑战性。果然不好抓，还是抓它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哎呦！啊，我们这个概率，老板要破产。啊？哎？这不卡住了吗？我看到了。哎！我还以为你不愿意出来呢。这个是复旦熊，复旦大学的学生寄过来的。是吗？对。还有6分钟。这。哎哎，我话还没说完。第8个，第9个，再来，第9个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快乐就是这么简单，还差最后一个，这位粉丝的心愿我们就完成了。第10个，叮咚。 OK， 这位粉丝，10分钟抓10个娃娃，我们已经办到了，还有5分04秒，挑战20个吧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不着急，迟早是我们的。太远了，打滑了。这不就来了吗？哎，忍者神龟。哇，两个！哎呀。可以了，还有36个币。忍者神龟啊，忍者神。第14个，还有2分钟，抓薯片。咦，哎，别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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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抓这个小黄鸭，走，起来，起来。第15个，还差5个，你来，快，交给你了。还有25秒。哎，抓那个老虎脸上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我们数一下一共抓了多少个。1、2、3、8、9、15、16，10分钟不限次数，我们抓了16个娃娃。我就不信还有人比我们更能抓。我们现在发出一个邀请，邀请全网所有的粉丝过来抓娃娃，10分钟不限次数，打破我们的记录，奖金100元。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哎，真的太好抓了，太好抓了。